大家每天都喝咖啡吗？滤过的咖啡第一滴最浓厚，最后一滴最苦涩。你们更喜欢哪一滴呢？我刚才用微波炉烤的红薯，不过忘了加盐了，我就搁了一点辣椒粉。我现在在敷面膜，今天外边陆陆续续下了一天的雨，然后白天呢还下冰雹来着。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不提新疆棉，来聊聊我大学的新疆同学吧。然后我大学呢就是北京的一所大学，它呢不是211，但是是个一本学校。我记得呢，我们当时班里其实是我们系里大概有5个新疆同学，然后有一个是男生，剩下的都是女生。然后我记得当时就是那个新疆男生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说，他呢就是因为政府的照顾才能来到我们大学上大学的。然后我后来呢就是看他们档案，然后发现有一个女生学习还成绩挺好的，她好像高考考了560多分吧。我们大学呢，就是刚过一本线就能上，就大概是在520多。然后呢，这个成绩好的女同学还是在上海念的高中，然后其他人呢，就是反正就是有300多、400多，然后500多都上的是同一所大学。然后我们学校呢是这么分宿舍的，就是把北京和外地同学分开，可能因为我们学校就是北京生源会比较多。然后外地学生会比较少，这样的话就北京同学周末可能就回家了，然后这样子就是外地同学不会至于就一个人空守宿舍吧。然后北京的同学呢还是这么分宿舍，就是按区来划分。然后我们宿舍当时好像就是大部分都是朝阳的，有一个海淀的，它就是这么划分。所以呢，新疆人跟外地学生是住一个宿舍，当然。对于北京来说都是外地，然后我的感觉呢，觉得他们不是特别爱干净，我就觉得他们身上好像味道有点大，可能是那种羊膻味或者是狐臭吧。这主要是跟他们饮食习惯有关系吧。就像有的回民觉得旱民就身上也会有味道。我们班那几个新疆同学，我经常在就是水房看到他们在洗那个饭盒，他们就是经常吃方便面。就是清真的方便面吧，尽管学校里呢是有特别的这种清真食堂，但是呢他们觉得并不正宗，然后并不是很爱吃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汉族同学还是蛮爱吃那种新疆食堂的。不过其实有一点还是蛮让我生气的，然后我有一次点了一个什么拉条子，它就是油炒土豆嘛，然后他呢就是那厨师担心不熟，他居然自己尝了一口要给我做的那份饭。然后当时就让我觉得特别恶心，之后呢，我就自打那以后就很少去那儿吃了。我觉得我们班那几个新疆同学就是有一点不合群，可能就是他们生活习惯也不太一样吧，就是觉得就是可能那种饮食习惯，然后会觉得他们身上味儿有点大。而且我发现我就是有同学在美国，尤其是男生，就是经常吃牛肉，然后就是腋下狐臭会比。之前就稍微味儿大一点，不知道是不是跟饮食习惯有点关系。另外，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，就是他们一些牧民特别喜欢，就是吃完饭然后往身上蹭，就是身上那种特别油光的，会觉得自己特别的富有。反正就是感觉新疆这种风土人情还是蛮不一样的。除此以外，我觉得他们不合群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普通话不是多好。然后我记得考试的时候，就是他们会觉得考试特别的吃力，一方面呢是知识层面的，另一方面真的是语言问题，就是他们汉字也不太认得，然后更不太会写。但是我觉得考试对他们来说还挺照顾的，可能就是手会比较松吧，反正是给我这种感觉。然后毕了业，就是那个新疆男生还是蛮喜欢北京的。但是呢，我看他毕了业就发的照片也并没有留在北京，就是还回新疆，然后当一个好像是小学的老师，然后其他人呢也是就是跟新疆人结婚了。然后对了，他们还是会过斋月的，真的是就是穆斯林那个传统，然后在那个月可能就是什么都不吃，反正就是觉得他们
然后看起来也跟我们长得不太一样。我记得就是上英语课的时候，然后那个老师就是经常让一个新疆女生来回答问题，就觉得因为她长得一种异族的脸，觉得她说英语特别的 native speaker， 可能就是因为长相吧，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。然后我其实不太记得他们名字了，好像有叫阿兹古丽，然后男生呢好像是，我也不知道是姓还是名，反正他们的名字就是一长段一长段的。然后那男生好像叫买买提，我记得就当时班长就有一次就喊他们名字，大概就是想召集起来集合，然后就他们名字实在是太陌生了，念的都觉得很拗口。今天呢就聊这么多吧，我呢去吃饭了，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